今年是文化的在地，没是出去做的上修下意，一直归从一位年金，因为亚校法流失了引来引力会，台中市校委会头一摆判的是推行以口述艺术比赛，而装备团子孙向下针对来参加，而家长提录卡都搞声音的讲下，大部分的师徒之间就由韩国台互通团交流，没来太多无意产生的目的。两只阿婆驾到电车，就从系数破百米托几路红绳渡头，东西南北共唔算。我还有两只爷也系事先做出参加，为到时如何嘅表现，要趁细只含用皮三明治嘅时间准备。五月份都有比赛，啊，结果都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啊，所以都多了半月份，啊，所以俺安尼陆陆续续都差不多准备两三个月了呢。啊，第一摆参加咧，啊，感觉一新鲜，啊，俩嘛系你看，诶，罗叶凤老师来提供诶，啊，系咪能子孙来报名，啊，来参加咧个有意义的佛堂。我不卡，人家讲客话。希望佢通宵時間哦，喺只飛機哦，行嚟只嚟學客化，啊，讓啲人冇開傳統哦，即流傳落去。为了推广客家文化，同鼓励亲子投入卡度用母语，台中市客委会召集摆办四台客家口述艺术比赛，由台中市内嘅亲子子孙师生来表演，总共24参加比赛。学生嘅讲古比赛，吃到无物嘅新鲜感咧，所以今比今年开始，按台中市政府按客委会呢来举办一个四台嘅。客家的口述艺术的比赛，希望讲透过安尼一个方式咧，来鼓励大家托付卡度托家庭的摆度，是在用客家来沟通。台中市客委会讲，礼拜比赛总共有两场，一是依托客家充电发电器，一是叫系统飞客家器，希望透过发通加强亲自用客家嘅机会，提升学生嘅客家能力，做到蒙语传承嘅目的。客家新闻李兴龙台中报道。